又在朋友圈里发鸡汤了吧？必须感慨一下，坐在这儿才感受到什么叫做岁月静好。嗯、什么岁月静好？不就是钱多人少？这是经典，就发这个。啊！啊，对了，珊姐，我还没你微信呢，来扫一个吧。哎，你入股，我让你从头到脚把我扫一遍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先坐下吧。强了 ！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